行，可以了，都同意，加，一万个愿意，十万个愿意，别带了，啊，还搞基站。就是我媳妇儿嫌我比较磨叽，然后她就觉得行，快，去这样起来吧，那这里就结束了。普外科护士，普通的护士啊，对，是的，她是就是比较赶时间，应该是有病号上班呢，他们人少，然后那个病人比较多。婚礼的话得18年，得计划一下了，这个不确定哪一天，认识4个多月吧。这个求婚没啥特色呀，怎么就活起来了？